拯救世界，先拯救一下你的肚腩吧。减肥？今天你妈我要打到连你妈都认不出你！不给我玩手机，我就自己赚钱买手机。OK， 我很欣赏你这种勇敢追求梦想的精神。今天开始，你就跟着我买提书，很快你就可以自己买手机了。这种烂车都可以跑这样快，真是给害死了！我本来前途一片光明，现在变成了毒贩。停车！停车！给你抓！神经病！兄弟，兄弟，来轻一点，不要刮花我的车。嗯。OK， 来走。滚开！哦干嘛？